各位，我虽然批判、反對中共都咁多年啦，咁但系年輕嘅時候所欣賞嘅一位誒、嗯、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咧，我對佢嘅尊敬咧都仍然存在嘅喎、哦。即、就、系、是、我而家睇翻一啲魯迅嘅雜文咧，佢嗰啲誒即系拆中共鞋嘅嘢咧，我就覺得即系、就是、我個角度都係誒。呃 傾向於寬恕、理解同原諒啦，呢、這個就係我嘅偏見。好多人可能而家好唾棄、唾棄咗魯迅咁，但系我覺得咧，即係佢始終係一個即係即係佢有值得我尊敬嘅地方。咁啊，譬如話佢講過一句説話咧，就話佢寫呢啲雜文啦，佢係想解剖人，但係佢亦都講過咧，佢更多嘅時間係解剖佢自己。 即係我覺得呢幾個説話幾好嘅，即係魯迅嘅呢個精神咧，就係話佢佢對自己嘅批判，對自己嘅解剖，佢係出於自發嘅，唔係後來中共奪咗權之後要做檢查啊，要做檢討啊，要自我批評啊，嗰種嘅自我侮辱同埋矮化，即係嗰種咧，嗰種係違反人性。 但係魯迅嗰種即係話，就是、說我既然批評得人，我亦都用同一把刀嚟吉我自己。佢吉唔係自殘嘅意思，就係、是、話挖開自己，然後睇下裏邊點解我會咁諗嘢，即、就、係、是、去檢視翻自己個心路歷程。如果嗱，即、就、係、是、我嘅理解係咁，呢、這個我咧係正面嘅。咁所以咧，我都不妨咧，其實呢個就係中國古人所講嘅唔一日三省吾身。 呢個所謂解剖咧，唔係要傷害自己，而係話喺呢個過程裏邊，即使令到自己唔開心、比較難受，但係如果可以揾到一啲嘢啦，即係即係老實啲去真誠咁對待自己咧，可以揾到一啲嘢能夠改變自己咧，其實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同埋咧，我哋唔應該，即係呢啲都係中國古語啊，嚇，好有意思嘅。 即係我哋唔應該待人嚴，律己寬啊！你用同一把尺去批評人，你有冇勇氣用同一把尺批評自己呢？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嘢呢，就話我哋知道人係講求面子啊，公開去羞辱，無論自己或者一啲誒、嗯、你嘅敵人或者你嘅朋友呢，都唔應該嘅。即係睇下你想達到啲咩目的？如果係朋友咧，你梗係唔應該啦。 如果係一啲敵人，你羞辱佢嘅時候可以能夠誒、嗯、令到佢嘅敵意減低，或者令到你即係、就是、可以克服制性咧，咁都啱嘅，係咪啊？咁但係你要睇下嗰件事嘅背景咧。但係公開嘅羞辱自己係冇乜意思嘅。咁所以而家咧亦都有一個精神叫做慎獨啊。慎獨即係話，其實你都冇人嘅時候，你就要真心要誠懇咁啦。 即係話我唔需要，即係嗱，譬如話乜嘢唔好晒啦，我閉門思過啦。你諗到自己唔啱嘅，你唔需要去奚落自己去係喺公眾面前公審自己噶嘛，係咪啊？咁但係你心知肚明知道自己理虧咧，咁你下次會唔會做好啲咧？咁即係話我哋需要每我哋，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啲獨處嘅時間。而呢個獨處嘅時間咧，係去反思，即、就、係、是、反思自己嘅過錯。 同埋去諗下將來可唔可以做得好啲，係咪？我哋每做一人人都要有咁嘅心態。咁呢一個呢，就係、是、我覺得老迅所講嘅解剖自己定啱。咁所以我諗翻起二零一九年嘅心路歷程，同埋諗翻起呢幾日嘅同一啲即係做咗 YouTube 之後提出一啲睇法，然後就出現一啲爭議。呢、這個爭議呢，就係、是、其實就係、是。 誒、嗯，我用咗毛澤東嘅一句説話，然後就話好多人以為毛澤東咧講嘢不以人廢言，雖然佢係魔王，佢都講得啱。咁咧好多時引用這句呢句説話咧，就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冇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啊。咁但係咧，佢係將佢兩樣嘢對稱咗，咁睇落去咧好似好四平八穩。咁但係我覺得咧，愛同恨咧係兩種唔同嘅情緒嚟嘅。 咁我開頭誒俾大家呢段分幾鐘嘅短片咧，就係、是、我自己影嘅，即、就、係、是、其實你話黃絲又好，藍絲又好，你自己企咩位都好，你究竟係咪抗爭者，係咪手足，我唔想去辯論呢啲嘢。總之，二零一九年呢個社會運動咧，我由頭到尾都有參與。參與嘅意思就係即係話嗰啲重大嘅集會啊、遊行啊。 同埋好多時喺誒、嗯、催雷彈出現嘅地方，我都係判斷過對自己安全嘅時候，我就會企喺一個可以觀察到嘅地方。嗱、嗯，我唔係話我有咩威，我又唔係嗰啲誒即係會勇武嘅人。不過咧，亦都唔係話我等於支持或者反對任何嘢，而係我覺得呢但呢呢呢一個運動咧，係亦都唔冇咩功勞嘅我。 即係呢個運動呢，係當時我睇到呢，即係由六月嘅第一個超過一百萬人嘅由、呃、和平遊行開始呢。嗱，其實最初嘅反送中嘅集會我有出現，但嗰陣時呢，未成氣候，即係好似譬如銅鑼灣書店嘅示威呢，我記得係好凍嘅嗰個日子，我都有出現，唔係好多人咁埋去中原辦，即係嗰啲。 當我喺香港，尤其是我係開始即係好慚愧講喺城寨呢個平台開始做呢、這個誒、呃、YouTube 嘅節目之後咧，其實應該話由雨傘運動之後，即、就、係、是、由二零一四年之後，我就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即係用一個個人嘅身份去投入香港嘅對抗中共。 對對抗中共，你應該話整個漫長嘅各種嘅社會運動，所有嘅遊行啊、集會啊，原來我發覺咁多年嘅六四，我都有去睇翻啲舊相，即係話我想切身去體驗，唔係話而家回頭話自己係乜嘢係乜嘢，乜嘢都唔認，只不過我覺得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有一個責任，我要親歷其境去去感受呢一樣嘢。 咁嗱，这个、呢一個咧，其實都係由感情出發。而我發覺咧，即、就、係、是、我唯一可以覺得冇變到嘅咧，就係、是、我對呢、这、一個我認為即將會出現巨變嘅香港，而 <laughs> 而心里邊咧有啲不妙嘅感覺。呢、这個香港咧，我有好多嘅感情。咁呢個咧係由爱出發嘅。其實我記得我喺城寨，即係同呢個劉西良一齊主持一個節目。 俾佢嘲笑啊。我話用愛以爱与和平佔領中環係好嘅，我話我哋要由愛開始嘅所有嘅政治運動，即係佢喺度，即係佢度，即係嘲諷我係唔知咩膠咁啦。咁但係其實我就覺得我講得啱喎，即係你由愛開始，你要捍衛你自己嘅家鄉，咁樣你就會做錯一啲勇武嘅行為嘅。喺逼逼不得已嘅時候。 但係如果你由一開始就由恨開始咧，呢、這個係好得人驚嘅一件事。咁所以咧，其實我係咀嚼消化咗整個概念，無緣無故嘅恨係有嘅。我用中庸裏邊嗰幾句説話咧，就係、是、話其實人裏邊就有呢啲七情六欲㗎啦。咁呢啲係啲種子嚟嘅，但係你可以無仇無怨，突然間你有一個暴力嘅傾向。 你係火遮眼，你就要消滅嗰個人，或者有一個本身係你嘅朋友，但係一時意見不合、一言不合，咁啊打仗起嚟，嗰、那個怒火即係即係迷失咗理智嗰一瞬間呢你眼裏邊只係見到一個你要毀滅嘅人。我諗其實我哋。 研究心理學都知道呢啲嘢係會出現，咁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無緣無故嘅恨嚟。愛就唔會無緣無故嘅。點解我會對香港咁多感情咧？就係、是、我經歷過好多嘢，我喺呢度長大，我喺呢度出生，係咪？我我喺香港，即、就、係、是、我哋，即、就、係、是、我呢度，即係係三代人，係未至於四代香港人。我阿爺咧就係、是、我未見過，因為。 喺我未出世之前已經離開咗，但係我阿爺咧就喺廣東咧，就係、是、嚟香港謀生嘅時候咧，都仲係清朝，啲人仲係拖住條鞭嘅。咁就係佢喺香港咧就成家立室咧，係發展咗個事業，做咗生意。呢、這個亦都係即係孫中山所講嘅，點解我會有咁大嘅共鳴同認同咧？就係、是、話，如果係留翻喺即係。就是 鄉下呢，佢做唔到香港嘅嘢，因為呢個制度、呢、這個社會、呢、這個政府嘅管治係俾到我哋一個安居樂業嘅一個咁嘅環境。咁啊，做多啲歷史嘅回顧同埋研究，我覺更加愛上咗呢一个呢、這个呢、這個整個制度。即係話香港之所以有別於大陸，唔係香港嗰啲華人係同大陸啲華人有咩分別？ 而係話呢一個英國人嘅殖民政府咧，佢做出嚟嗰樣嘢咧，係顯示到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好政府出嚟，令到啲人開開心心。啲人冇乜特別嘅要求，亦都唔識得咁多崇高嘅誒、呃、理想啊，或者複雜抽象嘅思維。一般人都係做一個普通一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嘅，無論你係農民定係商人啊，係咪啊？ 其實你亦都唔係話華人嘅呢啲，你即係、就是、就算西方人、日本人唔同嘅民族，普通嘅老百姓都係咁樣過活。你唔需要佢下下要要要講好多哲學理論，但係佢哋直覺會知道乜嘢係香花毒草係咪？有一堆狗屎你喂埋佢度咧，佢係唔會食嘅。咁但係反而嗰啲抽象思維讀咗好多書嘅人咧。 你講好多理論俾佢聽咧，你講講下佢就會食狗屎嘅，因為佢係佢係走火入魔啊，迷信咗啲抽象嘅理論。咁所以我就話點解知識越多就越容易咗傾？因為佢哋由一個正常人變成一個白痴，因為就讀咗啲歪理。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即、就、係、是、有好多真正有智慧嘅人咧，其實有陣時你會覺得好奇怪嘅。誒、呃、，David Hume 咧，我成日講咧，佢就係、是。 佢又會有好多反思喺啟蒙運動嘅時期，佢係中意唱反調嘅。佢二十幾歲已經寫人嘅，即、就、係、是、人嘅本質、人嘅特性，就係、是、用呢個咁嘅角度出發嘅。咁所以佢話：，誒、嗯、理性即係、就是呃、理性只係激情嘅奴隸，係嘛佢講啲嘢好多人反對咁所以咧，即、就、係、是、你有啲人定位佢即係 David Hume 咧係、這、呢個誒。呃 蘇格蘭啟蒙運動嘅思想家，但係即係我嘅老師啊，Roger Scruton，佢本身係個保守主義嘅誒哲學家，佢就將呢個大衛幽默咧，David Hum 咧定位成為一個保守派嘅思想家，嗱、啊，即係呢啲嘢就好、是、有原因嘅，即係唔係話我要將你擠離我個陣營，你睇到佢嘅思想裏面有啲乜嘢，點解會係保守思想嘅一部分就係、是。 我哋唔，我哋係討厭唾棄一啲抽象理論，而係揾到人嘅即係嗰個本質同直覺，由嗰度去建立我哋呢一套嘅睇法，係咪啊？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保守主義嘅精神嘅一部分嘅嘅嗰個最好好重要嘅一個組成部分。好啦，我講翻呢度咧，就係、是、話，即、就、係、是、我哋嗰啲愛係咁樣生成，而嗰啲愛咧。 係將整個社會維係一齊，即係所有嘅呢啲權柄啊！即係我哋又講緊 Roger Scruton 呢本書，我就睇緊一九八零呢本書啦。即係話有陣時我哋翻譯咧，我哋係可能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咧，因為中英中英文始終係唔同，咁所以咧呢個 authority 同 power 嘅翻譯咧，我哋會出咗一個亂子啊！其實 authority 系另一樣嘢，power 咧就係一個赤裸嘅力量。 即係總之，我有我有力量，我就有有以力服人，係咪即係我拳頭大過你，我就正確啦。咁我打完你，你之後你咪跪低咯，係咪啊？咁你咪臣服咯。呢、這個就係赤裸嘅力量。而左翼佢宣傳嗰種壓迫，即、就、係、是、對抗嗰種反壓迫咧，就係、是、所有嘢都係 power struggle，係咪？無論係性別之間啊、族裔之間啊、唔同嘅膚色啊、唔同嘅社群，全部都係 power struggle。 系咪父母、子女、教師、學生，系咪上司、下屬、老闆、員工，乜嘢都係 power struggle，所以乜嘢都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負面嘅情緒。咁但係其實你個 authority 咧，你諗下，如果父母喺子女面前冇 authority，一出世嗰個 B B，你就話：，诶、欸、你話咩就咩啦咁。 咁佢真係拿到啲毒藥都擠落口噶嘛，係咪啊？你嗰個 authority 系有一個責任喺度，有個愛喺度噶嘛，唔係一個 n a k e d power 啊嘛。但係用嗰啲後現代主義咧，就係、是、父母同子女嘅鬥爭咧，都係 power struggle，即係唔係我打你就是、你打我啦，係咪啊？咁呢啲其實咪同文革嗰啲一樣咯。咁但係我所謂無緣無故咧，就係、是、話你睇到咧，二零一九年呢個社會運動咧，頭先我俾你睇嗰段片咧。 誒啲、呃、人和平咁樣喺度，你可以話佢夠行係咪啊？即係係咁樣行，同埋咧誒到運動，即係啲人走晒咧，嗰啲年輕人咧就會走去執垃圾入落嗰啲袋度，然後處理晒嗰啲垃圾。嗰陣時最初流行嗰個口號咧，就叫做我好撚中意香港，即係嗰啲年輕人好中意係出位咧，就講下粗口。咁呢個係一種半反叛性嘅。 但你呢句说話係加重嘅語氣，其實即係話我好愛香港，係咪啊？咁所有我哋見到咧，由嗰個運動初起嘅時候，呢、这個反送中咧就係、是、一種愛嘅運動，即、就、係、是、一種對香港嘅愛。咁但係去去到後來，誒、呃、攬炒即係、就是、變成一個現實，然後由所謂和勇一家之後啊，就變成係。 誒好中意裝修打爛嘢嗱，大家可以嗱我講啲嘢，你哋可以唔同意，但你諗下我講嘅嘢先啦。我就話誒呢啲咁樣其實係係搞壞咗成件嘢。我唔係一個和理非嘅人咁樣話定位嘅，即係話如果你走入我屋企去傷害我啲家人，我即刻可以立嘢嚟查，即係即係做瓜你都得係咪啊？即係我唔會主動去傷害人。 但係，我會為咗愛而去做一啲，甚至用暴力嚟捍衛我最愛嘅嘢，係咪？呢、這個就係人嘅天命，即係天職嚟嘅。保家衛國嘅時候，我都要打仗啊，唔到到時同敵人講耶穌啊，係咪啊？教化佢呀、啊，然後勸佢放下屠刀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冇嘢，一開始就拎拎拎架槍去插人㗎嘛，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其實。 誒，即係、嗯就是、西方嘅法律裏邊，智慧殺人係冇罪噶嘛？但係你要解釋咩叫智慧啊嘛？你要睇成件嘢係點樣判嗰個案啊嘛？咁所以就係話，我哋要用一啲暴力嘅行為去做一啲誒，即、呃、係、就是、我哋平時唔會做嘅嘢。但係嗰樣嘢其實正路嚟講咧，都係由愛出發。咁但係你喺誒？嗯 保衛成功咗，嗰、那個誒、呃、襲擊係解除咗嗰個威脅，你就唔會繼續去殘殺嗰啲被俘虜咗嘅戰俘噶啦嘛，係咪啊？咁所以文明嘅國家就會會依根據呢個日內瓦條約係唔會虐待戰俘噶嘛，佢投降咗啦嘛，你唔會殺佢，唔會虐待佢噶嘛，呢、這個就係一種文明嘅象徵嚟噶嘛。 咁但係古代咧就係、是、我哋唔會控制你嘅情緒噶嘛，因為佢有好多嘢咧係對佢有利啊嘛。咁所以咧就話人嘅本質本咧係有邪惡嘅喺裏面有一種誒冇、嗯、緣故即係又係冇原因嘅嗰種嘅仇恨同埋破壞。但係如果俾人鼓吹去善説去引導咧，嗰樣嘢咧就變成一個主導嘅。 咁即係話，誒二零一九年嘅下半年咧，嗰啲嘢變成主導啦。咁所以我就話，其實好簡單啫。你如果未有反西修例運動之前，未有咁多嘅唔同嘅口號或者唔同嘅方向去指引嗰啲手足、嗰啲年輕人之前，你一個阿伯走去撐中共，你一個後生仔係對中共好反感，佢哋喺街度相遇。 嗰個後生仔唔會點火去燒那個白嘅，所以我覺得呢，就話點解你唔可以解剖你自己去檢討下你自己。就算你而家即係做過呢啲暴行嘅人，你離開咗香港，你去到安全嘅地方，我唔需要你同我講，亦都唔需要話俾人聽你做過啲乜。你自己諗下，其實你究竟有幾多係因為愛，幾多係因為恨而做嗰樣嘢呢？其實嗰樣嘢會唔會解決到你嘅問題呢？ 我而家講返另一啲嘢即係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大家睇到我嘅節目，我係好不齒同埋好即係好不以為然，對佢哋好反感呢就係嗰啲深層政府啊、美國民主黨所代表嗰個邪惡力量。但係我係咪真係好憎佢？誒、呃，剷其誒即係剝其皮食其肉呢？係咪唔係？喎、啊。 其實我而家解剖咗我自己說，我我最想見到一樣嘢就係、是、一個公平嘅透明嘅選舉，係公公道道，冇人出述，然後由美國人民去決定。因為我好有信心，如果係有咁嘅選舉呢 d o n a l d Trump 就唔會輸咁於是呢，嗰、那個民主黨就落台，就有個權力嘅移交，然後呢，佢哋做返反對黨，係咪佢哋仍然喺國會。 參二參眾兩院嘅人繼續喺度講講乜嘢都唔緊要，係咪？呢個係佢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嘅權利，亦都係佢嘅義務，代表佢嘅黨去發表一啲意見。我唔係要將佢哋滿門抄斬，係咪啊？我唔係話要即係、就是、將佢哋對 Donald Trump 所做嘅嘢做翻佢嘅身上，係咪啊？我冇諗過呢樣嘢嘅，有啲人有，我冇。OK，嗱，佢哋對 Donald Trump 所做嘅嘢咧。 係赤裸裸嘅仇恨，而嗰啲飽讀詩書、高深教育嘅知識分子，嗰啲社會嘅精英，長年累月受到呢啲咁樣嘅阻翼思想洗腦咧，我睇翻佢哋啲網頁啊，睇翻佢哋啲交談咧，其實佢哋對 Donald Trump 咧就係一個切齒嘅痛恨。如果俾班人變成一個 mob，一個一集暴民，而 Donald Trump 手無天寸鐵咁行過咧。 佢哋可以一人即系揸一嚿石头掟死 Donald Trump，呢个就系恐怖嘅地方系咪？佢哋唔会同你讲道理嘅，即、就、系、是、我有一个即系喺面书识得嘅黄师嘅诶外国人女士啦，佢系一个犹太裔嘅诶、嗯、英美嘅国民，即系佢应该有英美嘅双重国籍。佢曾经喺香港工作，亦都喺英国居住，而家喺美国居住。 呢一個猶太裔嘅婆婆咧，就對香港好有愛嘅，好支持香港人嘅民主。但佢因為都係喺個左翼嘅主流思想裏面，佢讀咗好多書啊，係嘛？長期洗腦咧，佢對 Donald Trump 咧有一個無緣無故嘅仇恨呢、这個係無緣無故嘅，呢啲係基於偏見同埋洗腦出嚟嘅，唔係佢本身有嘅。咁所以咧，七月十三日嘅時候呢，即係 Donald Trump 俾人。 打唔死呢，佢就會留一個 comment 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佢話：Oh what a mess！哎呀，真係唔好彩啦，射唔中，係咪我冇呢啲思想㗎，即係譬如話你 Nancy Pelosi 我想佢選唔到㗎啫，拜登我想佢唔做總統啊，我希望佢喺老人院裏面過返啲晚年安穩嘅生活。Hunter Biden 我覺得佢犯咗咁多罪，應該坐監，即係有一個公平嘅法法庭去審佢。 係咪啊？嗰啲咁樣嘅垃圾人，我就唔想見到佢，咁解嘅啫？係咪啊？同埋嗰啲咁樣嘅傳媒，即係好似 C N N 啊、呃、Washington Post 呢啲咁樣嘅，或者嗰啲專欄作家之類，羅伯迪尼路嗰啲咁樣嘅、呃、著名荷里活明星，我就想佢俾人笑嘅咋，或者想佢，即、就、係、是、想佢唔，我真係想唔見咗佢，即係話即係佢唔好再出嚟揾食，係咪啊？即、就、係、是、你行開啲咁解。 我对佢哋冇乜感觉噶，唔会话好似我呢个识得呢个犹太裔婆婆咁样，佢真系好想嗰个人真系喺七月十三号打死 Donald Trump，我冇呢种心噶，系嘛？咁呢个咧就我解剖完自己都发觉自己都未算一个衰人啊！咁但系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即、就、系、是、其实即系、就是、我哋我哋真系唔好为咗辩论而辩论，而系我哋可唔可以？ 即系冷静清醒咁样，将我哋里边嘅嗰啲负面嘅嘢清洗出嚟，同埋自己去做一个咁样嘅心灵嘅疗程。又、就、话、是、其实无论点都好，我哋唔好再分，即系唔好再成日话自己系皇师。如果你呢班皇师就系原来一班部民，原来你就同嗰啲小粉红一样，你同文革里边嘅，其实我睇到冇分别噶。 文革裏邊嗰個辯仲雲校長俾嗰啲學生打死，喺嗰個運動未開始之前啊，嗰啲學生見到佢冇恨意嘅喎，係咪啊？咁呢個真係，但係人嘅裏邊係有一個種子噶嘛，喺嗰個土壤之下，喺嗰個氣氛，喺個宣传教育、洗腦各方面嘅媒體嗰啲咁樣嘅報導，嗰啲咁樣嘅革命嘅鼓吹嘅理論，咁你咪會覺得係、哎這個、呢個咧？ 我就要打死佢啦！打死完佢之後呢，我就正義噶啦，咁係咪啊？咁其實去到二零一九年嘅下半年，當時講嘅嘢咪就係咁咯。其實我再補多一句咧，點解我以前都好憎呢個陳雲呢、呃這個誒、呃、國師呢，因為喺誒呢個李旺陽即係被自殺。 即係吊住條頸喺個窗口度嗰嗰個圖出咗嚟啦，佢就出咗一個 Facebook 嘅 post 啦。佢話抵佢死，係咪我覺得即係同埋佢好中意講落地獄嘅，即、就、係、是、我覺得你你係咪真係鵝頸橋打小人嗰啲女人咧？即、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真嘅嗰、那個陳雲咧唔係咁嘅，因為我同佢傾過偈嘅，好溫文爾雅嘅。其實我認為佢就係一隻棋嚟嘅，係咪啊？我睇穿咗一樣嘢。

誒、嗯、離散香誒海外嘅年輕人咧，嗰、那個情緒嗰種嘅仇恨嗰種嘅毀滅性嘅仇恨，即、就、係、是、將佢潑到着晒火咧。其實我覺得佢做緊嘅嘢同陳偉一樣，所以佢同我係唔同。我嘅諗法唔係咁，即、就、係、是、我覺得其實你做唔到啲乜嘢嘅咁樣，你只會令到嗰個人個思想咧走入歧途嘅啫，係咪啊？咁我講嘅嘢大家可以唔中意聽，但係我其實。 我係明大家嘅爭拗，我覺得你有陣時咧真的真係睇唔到我嘅用心，係咪我唔係想去得失某一啲揾食嘅 K.O.L，但係我覺得我哋作為接收信息嘅人咧，係應該要有一個抗體咧，對抗一啲毒素，又保持我哋心靈嘅健康。咁啊，今集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誒，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